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八，如来十身相海品第三十四，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告诸菩萨言：佛子，今当为汝演说如来所有相海。佛子，如来顶上有三十二宝庄严大人像，其中有大人像名光照一切方，普放无量大光明网，一切妙宝以为庄严，宝法周遍，柔软密制，一一前放摩尼宝光，充满一切无边世界，悉现佛身，色相圆满，是为一。次有大人相名佛眼光明云，以摩尼王种种庄严，出金色光，如眉间毫相所放光明，其光普照一切世界，是为二。次有大人相名充满法界云，上妙宝轮以为庄严，放于如来福至灯明，普照十方一切法界诸世界海，于中普现一切诸佛及诸菩萨，是为三。此有大人相名示现普照云，真经摩尼种种庄严，其诸妙宝显放光明，照不思议诸佛国土，一切诸佛于中出现，是为四。次有大人相名方包光明云，摩尼宝王清净庄严，毗琉璃宝以为花蕊，光照十方一切法界，于中普现种种神变，赞叹如来往昔所行智慧功德，是为五。次有大人相名示现如来遍法界大自在云，菩萨神变宝焰摩尼以为奇观，具如来力觉悟一切，宝焰光轮以为奇满，奇光普照十方世界，于中示现一切如来坐于道场，一切智云充满虚空无量法界，是为六。次有大人相名如来普灯云，以能震动法界国土大自在宝海而为庄严，方净光明充满法界，于中普现十方诸菩萨功德海，过现未来佛智慧传海，是为七。次有大人相名普照诸佛广大云，因陀罗宝如一王宝摩尼王宝以为庄严，常放菩萨焰灯光明，
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于中显现一切诸佛，众色相海，搭音声海，清净利海，是为八。次有大人相，名圆满光明云，上妙琉璃摩尼王种种宝花，以为庄严。一切众宝殊大应往，充满十方一切世界。一切众生悉见如来，现作其前，赞叹诸佛及诸菩萨法身功德，令入如来清净境界，是为九。此有大人相，名普照一切菩萨行藏光明云，众宝妙花以为庄严，宝光普照无量世界，宝焰普覆一切国土，十方法界通达无碍，震动佛音，宣唱法海，是为十。此有大人相，名普光照耀云，毗琉璃因陀罗金刚摩尼宝以为庄严，琉璃宝光色相明澈，普照一切诸世界海，出妙音声充满法界，如是皆从诸佛智慧搭功德海之所化现，是为十一。次有大人相，名正觉云，以杂宝花而为庄严，其诸宝花西方光明，皆有如来坐于道场，充满一切无边世界，令诸世界普得清净，永断一切妄想分别，是为十二。此有大人相，名光明照耀云，以宝焰藏海心王摩尼而为庄严，方达光明，光中显现无量菩萨及诸菩萨所行之性，一切如来智身法身诸色相海，充满法界，是为十三。次有大人相，名庄严普照云，以金刚花毗琉璃宝而为庄严，方达光明，光中有大宝莲花座，具足庄严，弥覆法界，自然演说四菩萨行，其音普遍诸法界海，是为十四。次有大人相，名现佛三昧海性云，于一念中示现如来无量庄严，普遍庄严一切法界不思议世界海，是为十五。此有大人相，名变化海普照云，妙宝莲花如须弥山，以为庄严，众宝光明从佛愿生，现诸变化无有穷尽，是为十六。次有大人相，名一切如来解脱云，清净妙宝以为庄严，放大光明，庄严一切佛狮子座，示现一切诸佛色相及无量佛法，诸佛刹海，是为十七。
斯忧大人相，名自在方便普照云，毗琉璃花，真金莲花，摩尼王灯，妙法艳云，以为庄严，方一切诸佛宝艳密云，清净光明，充满法界，于中普现一切妙好庄严之具，是为十八。斯忧大人相，名觉佛种性云，无量宝光以为庄严，具足千轮，内外清净，从于往昔善根所生，其光遍照十方世界，发明至日，宣布法海，是为十九。斯忧大人相，名现一切如来相自在云，众宝璎珞，琉璃宝花以为庄严，殊大宝焰，充满法界，于中普现，等一切佛刹为成数，去来现在无量诸佛，如狮子王，勇猛无畏，四相智慧皆悉具足，是为二十。斯忧大人相，名遍照一切法界云，如来宝相清净庄严，方达光明，普照法界，显现一切无量无边诸佛菩萨智慧妙藏，是为二十一。斯忧大人相，名毗卢遮那如来相云，上妙宝花及毗琉璃清净妙月，以为庄严，西方无量百千万亿摩尼宝光，充满一切虚空法界，于中示现无量佛刹，皆有如来结迦夫座，是为二十二。斯忧大人相，名普照一切佛光明云，众宝妙灯以为庄严，方净光明偏照十方一切世界，悉现诸佛转于法轮，是为二十三。斯忧大人相，名普现一切庄严云，种种宝焰以为庄严，方净光明充满法界，念念常现，不可说不可说，一切诸佛与诸菩萨坐于道场，是为二十四。斯忧大人相，名出一切法界音声云，摩尼宝海上妙旃檀以为庄严，殊大焰网充满法界，其中普眼微妙音声，是诸众生一切业海，是为二十五。斯忧大人相，名普照诸佛变化轮云，如来净眼以为庄严，光照十方一切世界，于中普现去来今佛所有一切庄严之具，复出妙音，眼不思议广大法海，是为二十六。斯忧大人相，名光照佛海云，其光普照一切世界，尽于法界，无所障碍，悉有如来结迦夫座，
是为二十七。此有大人相，米宝灯云，放于如来广大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法界，于中普现一切诸佛及诸菩萨不可思议诸众生海，是为二十八。此有大人相，名法界无差别云，放于如来大智光明，普照十方诸佛国土，一切菩萨道场众会无量法海，于中普现种种神通，复出妙音，随诸众生心之所要，演说普贤菩萨行愿，令其回向，是为二十九。此有大人相，名安住一切世界海普照云，放宝光明充满一切虚空法界，于中普现净妙道场及佛菩萨庄严身相，令其见者得无所见，是为三十。次有大人相，名一切宝清净光焰云，放于无量诸佛菩萨摩尼妙宝清净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法界，于中普现诸菩萨海，莫不具足如来神力，常游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刹网，是为三十一。次有大人相，名普照一切法界庄严云，最处于中见次隆起阎浮檀经因陀罗网以为庄严，方净光云充满法界，念念常现一切世界诸佛菩萨道场众会，是为三十二。佛子，如来顶上有如是三十二种大人相，以为言好。佛子，如来眉间有大人相，名偏法界光明云，摩尼宝花以为庄严，放大光明聚众宝色，犹如日月洞彻清净，其光普照十方国土，于中显现一切佛身，复出妙音，宣唱法海，是为三十三。如来言有大人相，名自在普见云，以众妙宝而为庄严，摩尼宝光清净映彻，普见一切皆无障碍，是为三十四。如来彼有大人相，名一切神通智慧云，清净妙宝以为庄严，众宝色光弥覆其上，于中出现无量化佛，坐宝莲花，往诸世界为一切菩萨一切众生演不思议诸佛法海，是为三十五。如来舍有大人相，名世仙音声影像云，众色妙宝以为庄严，素施善根之所成就，其舍广长
遍覆一切诸世界海，如来若获悉以为相，必放一切摩尼宝光，其光普照十方法界，能令一切心得清凉。去来现在所有诸佛皆于光中秉然显现，悉演广大微妙之音，遍一切刹，住无量劫，是为三十六如来舍复有大人相，名法界云，其掌安平，众宝为言，方妙宝光，色相圆满，犹如眉间所方光明，其光普照一切佛刹，为成所成，无有自性，光中复显无量诸佛，咸发妙音，说一切法，是为三十七。如来舌端有大人相，名照法界光明云，如意宝王以为庄严，自然横出金色宝焰，于中隐现一切佛海，复正妙音，充满一切无边世界，一一音中具一切音，悉演妙法，听者心悦，今无量劫万味不忘，是为三十八如来舌端复有大人相，名照耀法界云，摩尼宝王以为严饰，眼众色相微妙光明，充满十方无量国土，尽于法界，弥不清净，于中悉有无量诸佛及诸菩萨，各土妙音，种种开示，一切菩萨现前听受，是为三十九如来口善恶有大人相，名示现不思议法界云，因陀罗宝毗琉璃宝以为庄严，放香灯焰清净光云，充满十方一切法界，示现种种神通方便，普于一切诸世界海，开眼甚深无思议法，是为四十如来口右辅下牙有大人相，名佛牙鱼，众宝摩尼万子相轮以为庄严，方达光明普照法界，于中普现一切佛身，周流十方，开悟群生，是为四十一如来口右辅上牙有大人相，名宝焰弥卢藏云，摩尼宝藏以为庄严，方金刚相焰清净光明，一一光明充满法界，示现一切诸佛神力，复现一切十方世界净妙道场，是为四十二如来口左辅下牙有大人相，名宝灯普照云，一切妙宝殊花发香以为庄严，放灯焰云清净光明，充满一切诸世界海，于中显现一切诸佛，作莲花藏狮子之座，诸菩萨中所供围绕，
是为四十三，如来口左辅上牙有大人相，名照现如来云：清净光明阎浮檀经宝网宝花以为庄严，方搭印轮充满法界，于中普现一切诸佛，以神通力于虚空中流布法乳法灯法宝，教化一切诸菩萨众，是为四十四。如来持有大人相，名普现光明云：一一齿间向海庄严，若微笑时西方光明，居众宝色，摩尼宝焰右旋婉转，流布法界，密布充满，演佛言音说普贤性，是为四十五。如来纯有大人相，名隐现一切宝光云，方阎浮檀真金色，莲花色，一切宝色，广大光明，照于法界，悉令清净，是为四十六。如来仅有大人相，名普照一切世界云，摩尼宝王以为庄严，干普成就，柔软细滑，方毗卢遮那清净光明，充满十方一切世界，于中普现一切诸佛，是为四十七。如来右肩有大人相，名佛广大一切宝云，放一切宝色，真金色，莲花色光明，城宝焰网，普照法界，于中普现一切菩萨，是为四十八。如来右肩复有大人相，名最胜宝普照云，其色清净如阎浮金，方摩尼光充满法界，于中普现一切菩萨，是为四十九。如来左肩有大人相，名最胜光照法界云，犹如顶上及以眉间种种庄严，方阎浮檀经及莲花色众宝光明，成大焰网，充满法界，于中示现一切神力，是为五十。如来左肩复有大人相，名光明遍照云，其相右旋阎浮檀金色摩尼宝王，以为庄严，方众宝花相应光明，充遍法界，于中普现一切诸佛，即以一切严净国土，是为五十一。如来左肩复有大人相，名普照耀云，其相右旋惟命庄严，放佛灯焰云清净光明，充遍法界，于中显现一切菩萨种种庄严，悉皆妙好，是为五十二。如来胸臆有大人相，形如万字，名吉祥海云，摩尼宝花以为庄严，
放一切宝色种种光焰轮，充满法界，普令清净，复出妙音，宣唱法海，是为五十三。吉祥像右边有大人像，名示现光照云，因陀罗网以为庄严，方搭光轮，充满法界，于中普现无量诸佛，是为五十四。吉祥像右边复有大人像，名普现如来云，以诸菩萨摩尼宝观而为庄严，方搭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悉令清净，于中示现去来金佛，坐于道场，普现神力，广宣法海，是为五十五。吉祥像右边复有大人像，名开敷花云，摩尼宝花以为庄严，方宝香焰灯清净光明，状如莲花，充满世界，是为五十六。吉祥像右边复有大人像，名可月耀金色云，以一切宝心王藏摩尼王而为庄严，方净光明，照于法界，于中普现，犹如佛眼，广大光明摩尼宝藏，是为五十七。吉祥像右边复有大人像，名佛海云，毗琉璃宝香灯花满以为庄严，放满虚空摩尼宝王香灯大眼清净光明，充满十方一切国土，于中普现道场众会，是为五十八。吉祥像左边有大人像，名示现光明云，无数菩萨坐宝莲花以为庄严，帮摩尼王种种见错宝焰光明，普尽一切诸法界海，于中示现无量诸佛及佛妙音，演说诸法，是为五十九。吉祥像左边复有大人像，名示现遍法界光明云，摩尼宝海以为庄严，方搭光明，遍一切刹，于中普现诸菩萨众，是为六十。吉祥像左边复有大人像，名普胜云，日光明摩尼王宝轮满而为庄严，方搭光焰，充满法界，诸世界海，于中示现一切世界，一切如来，一切众生，是为六十一。吉祥像左边复有大人像，名转法轮妙音云，一切法灯清净香蕊以为庄严，方搭光明，充满法界，于中普现一切诸佛所有相海，即以心海，是为六十二。吉祥像左边复有大人像，
名庄严云，一去来经一切佛海而为庄严，放尽光明，严禁一切诸佛国土，于中普现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及佛菩萨所行之性，是为六十三。如来右手有大人相，名海照云，众宝庄严，横方月眼清净光明，充满虚空一切世界，发达音声，叹美一切诸菩萨行，是为六十四。如来右手复有大人相，名隐现照耀云，以毗琉璃地青摩尼宝花而为庄严，方达光明，普照十方菩萨所住莲花藏摩尼藏等一切世界，于中悉现无量诸佛，以净法身作菩提树，震动一切十方国土，是为六十五。如来右手复有大人相，名灯夜满普严净云，毗卢遮那宝以为庄严，方达光明，成变化网，于中普现诸菩萨众，前戴宝冠，眼珠性海，是为六十六。如来右手复有大人相，名普现一切摩尼云，莲花焰灯而为庄严，帮海藏光冲遍法界，于中普现无量诸佛作莲花座，是为六十七。如来右手复有大人相，名光明云，摩尼焰海以为庄严，帮众宝焰香焰花焰清净光明，充满一切诸世界网，于中普现诸佛道场，是为六十八。如来左手有大人相，名毗琉璃清净灯云，宝滴妙色以为庄严，放于如来金色光明，念念常现一切上妙庄严之具，是为六十九。如来左手复有大人相，名一切刹智慧灯音声云，以因陀罗网金刚花而为庄严，方阎浮檀经清净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是为七十。如来左手复有大人相，名安住宝莲花光明云，众宝妙花以为庄严，方达光明，如须弥灯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是为七十一。如来左手复有大人相，名遍照法界云，以妙宝门宝轮宝瓶因陀罗网集中妙相以为庄严，方达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国土，于中示现一切法界，
一切世界海，一切如来作莲花座，是为七十二。如来右手指有大人像，名现诸劫刹海旋云，虽曰焰藏摩尼王一切宝花，以为庄严，方达光明，充满法界，其中横出微妙音声，满十方刹，是为七十三。如来左手指有大人像，名安住一切宝云，以地青金刚宝而为庄严，方摩尼王众宝光明，充满法界，其中普现一切诸佛及诸菩萨，是为七十四。如来右手掌有大人像，名照耀云，以摩尼王千佛宝轮而为庄严，方宝光明，其光又玄，充满法界，于中普现一切诸佛，一一佛身光焰炽然，说法度人，尽诸世界，是为七十五。如来左手掌有大人像，名焰轮普增长化现法界道场云，一日光摩尼王千佛轮而为庄严，方达光明，充满一切诸世界海，于中示现一切菩萨，演说普贤所有性海，普入一切诸佛国土，各个开悟无量众生，是为七十六。如来音藏有大人像，名普流出佛音声云，一切妙宝以为庄严，方摩尼灯花焰光明，其光炽盛，居众宝色，普照一切虚空法界，其中普现一切诸佛，游行往来，处处周遍，是为七十七。如来右臀有大人像，名宝灯满普照云，诸摩尼宝以为庄严，方不思议宝焰光明，弥布十方一切法界，与虚空法界同为一相，而能出生一切诸相，一一相中悉现诸佛，自在神变，是为七十八。如来左臀有大人像，名示现一切法界海光明，弥敷虚空云，犹如莲花，清净妙宝，以为严饰，方光明网遍照十方一切法界，于中普现种种相云，是为七十九。如来右臂有大人像，名普现云，以众色摩尼而为庄严，其臂与串上下相称，放摩尼焰妙法光明，于一念中能普示现一切宝王游步向海，是为八十。如来左臂有大人像，名
现一切佛无量相海云，一切宝海随顺安住，以为庄严，广大游行，方尽光明，普照众生，悉使悉求无上佛法，是为八十一。如来右边依尼阎罗王串，有大人像，名一切虚空法界云，光明妙宝，以为庄严，其相圆直，善能游布，方阎浮金色清净光明，遍照一切诸佛世界，发达音声，普皆震动，复现一切诸佛国土，住于虚空宝焰庄严，无量菩萨从中化现，是为八十二。如来左边依尼阎罗王串，有大人像，名庄严海云，色如真金，能遍游行一切佛刹，傍一切宝清净光明，充满法界，施作佛事，是为八十三。如来宝串上毛，有大人像，名普现法界影像云，其毛又悬，一一毛端放宝光明，充满十方一切法界，示现一切诸佛神力，其诸毛孔悉放光明，一切佛刹于中显现，是为八十四。如来足下有大人像，名一切菩萨海安住云，色如金刚阎浮檀经清净莲花，方包光明，普照十方诸世界海，宝香艳云，处处周遍，举足将布，香气周流，聚众宝色，充满法界，是为八十五。如来右足上有大人像，名普照一切光明云，一切众宝以为庄严，方达光明，充满法界，示现一切诸佛菩萨，是为八十六。如来左足上有大人像，名普现一切诸佛云，宝藏摩尼以为庄严，方宝光明，于念念中现一切佛神通变化，及其法海所作道场，今未来季节无有间断，是为八十七。如来右足指尖有大人像，名光照一切法界海云，须弥灯摩尼王千佛焰轮种种庄严，方达光明，充满十方一切法界诸世界海，于中普现一切诸佛所有种种宝庄严相，是为八十八。如来左足指尖有大人像，名现一切佛海云，摩尼宝花香艳灯满，一切宝轮以为庄严，横放宝海清净光明，充满虚空，普及十方一切世界，
于中示现，一切诸佛及诸菩萨圆满音声，万字等相，利益无量一切众生，是为八十九。如来又足根有大人相，名自在照耀云，地青宝墨以为庄严，常放如来妙宝光明，其光妙好，充满法界，皆同一相，无有差别。于中示现，一切诸佛坐于道场，演说妙法，是为九十。如来左足根有大人相，名世仙妙音演说诸法海云，一变化海摩尼宝，香焰海须弥花摩尼宝，即毗琉璃而为庄严，放大光明，充满法界，于中普现诸佛神力，是为九十一。如来又足夫有大人相，名示现一切庄严光明云，众宝所成极妙庄严，放阎浮檀金色清净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法界，其光明相犹如大云，普覆一切诸佛道场，是为九十二。如来左足夫有大人相，名现中色相云，一一切月焰藏毗卢遮那宝，因陀罗尼罗宝而为庄严，念念游行诸法界海，放摩尼灯香焰光明，其光遍满一切法界，是为九十三。如来右足四周有大人相，名普藏云，因陀罗尼罗金刚宝以为庄严，方宝光明，充满虚空，于中示现一切诸佛坐于道场，摩尼宝王狮子之座，是为九十四。如来左足四周有大人相，名光明遍照法界云，摩尼宝花以为庄严，方大光明，充满法界，平等一相，于中示现一切诸佛及诸菩萨自在神力，一大妙音演说法界无尽法门，是为九十五。如来右足指端有大人相，名示现庄严云，甚可爱要阎浮檀清净真经以为庄严，方大光明，充满十方一切法界，于中示现一切诸佛及诸菩萨无尽法海，种种功德神通变化，是为九十六。如来左足指端有大人相，名现一切佛神变云，不思议佛光明月焰普香摩尼宝焰轮以为庄严，方众宝色清净光明，充满一切诸世界海，于中示现一切诸佛及诸菩萨，演说一切诸佛法海，是为九十七。
佛子，毗卢遮那如来有如是等十华藏世界海为成数大人相，一一身份众宝妙相，以为庄严。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第三十五。尔时世尊高保守菩萨言：佛子，如来应正等觉有随好名圆满王，此随好中出大光明，名为赤圣，七百万阿僧祇光明而为眷属。佛子，我为菩萨时于兜率天宫傍大光明，名光传王，照十佛刹为成数世界，彼世界中地狱众生欲思光者众苦修习，得十种清净也：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，咸生欢喜，踊跃称庆。从彼命中生兜率天，天中有谷，名甚可爱养，彼天生矣。此谷发音而告之言：诸天子，汝以心无放矣，于如来所种诸善根，往昔清净种善之事，毗卢遮那大威省力，于彼命中来生此天。佛子，菩萨足下千佛轮，名光明普照王，此有随好名圆满王，长方四十种光明，中有一光名清净功德，能照以那由他佛刹为成数世界，随诸众生种种业行种种欲乐，皆令成熟。阿鼻地狱疾苦众生欲思光者，皆悉命中生兜率天，即升天矣。闻天鼓音而告之言：善哉善哉，诸天子，毗卢遮那菩萨入离垢三昧，汝当敬礼。尔时诸天子闻天鼓音如是劝诲，咸生是念：奇哉稀有，何因发此微妙之音？是时天鼓告诸天子言：我所发生诸善根力之所成就，诸天子，如我说我而不着我，不着我所，一切诸佛亦复如是，自说是佛，不着于我，不着我所。诸天子，如我因生不从东方来，不从南西北方四维上下来，业报成佛亦复如是，非十方来。诸天子，譬如汝等习在地狱，地狱极深，非十方来，但由于汝颠倒恶业，愚痴缠缚，生地狱身，此无根本，无有来处。诸天子，毗卢遮那菩萨威德力故，方大光明，而此光明
非十方来。诸天子，我天古音亦复如是，非十方来，但以三昧善根力故，般若波罗蜜威德力故，出生如是清净音声，示现如是种种自在。诸天子，譬如须弥山王有33天上藐宫殿，种种乐趣，而此乐趣非十方来，我天古音亦复如是，非十方来。诸天子，譬如亦那由他佛刹围城数世界，静默围城，我为如是成数众生，随其所要而演说法，令大欢喜，然我于彼不生疲厌，不生退却，不生骄慢，不生放逸。诸天子，譬如遮那菩萨住离垢三昧，亦复如是，于右手掌一随好中放逸光明，出现无量自在神力。一切声闻辟之佛尚不能知，况诸众生。诸天子，汝当往诣彼菩萨所，清净供养，勿复贪着五欲乐具，着五欲乐障诸善根。诸天子，譬如结火烧须弥山，悉令除尽，无余可得，贪欲缠心，亦复如是，终不能生念佛之意。诸天子，汝等应当知恩报恩。诸天子，岂有众生不知报恩，多遭横死，生于地狱。诸天子，汝等习在地狱之中，蒙光照身，舍彼生此，汝等经者以己为相，增长善根。诸天子，如我天古非男非女，而能出生无量无边不思议事，诸天子天女亦复如是，非男非女，而能受有种种上藐宫殿园林，如我天古不生不灭，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不生不灭。汝等若能于此悟解，应知则入无一应三昧。十诸天子，闻是因已，得未曾有，即皆化作一万花云，一万香云，一万音乐云，一万床云，一万盖云，一万歌赞云，作是化矣，即共往诣毗卢遮那菩萨所住宫殿，合掌恭敬于一念力，欲生沾净而不得见。十有天子作如是言，毗卢遮那菩萨已从此末生于人间净饭王家，成旃檀楼阁，出摩耶夫人胎。十诸天子，以天眼观见菩萨身处在人间净饭王家，梵天、御天、城市
供养，诸天子众前作是念：我等若不往菩萨所问讯起居，乃至一念于此天宫而生爱着，则为不可。十一一天子与十那由他眷属欲下阎浮提。十天鼓中出声告言：诸天子，菩萨摩诃萨非此命中而生彼间，但以神通随诸众生心之所宜，令其得见。诸天子，如我今者非眼所见而能出生，菩萨摩诃萨住离垢三昧亦复如是，非眼所见而能处处示现受生，离分别，除骄慢，无染浊。诸天子，汝等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尽持其意，诸善威仪，毁除一切业障、烦恼障、报障、见障，以净法界众生数等身，以净法界众生数等头，以净法界众生数等舌，以净法界众生数等善身业、善语业、善意业，毁除所有诸障过恶。十诸天子闻是语已，得未曾有，心大欢喜而问之言：菩萨摩诃萨云何毁除一切过恶？尔时天鼓以菩萨三昧善根力故发声告言：诸天子，菩萨之诸业不从东方来，不从南西北方四维上下来，而供积极止住于心，但从颠倒生，无有住处。菩萨如是决定明见，无有疑惑。诸天子，如我天鼓说业、说报、说行、说戒、说喜、说安、说诸三昧，诸佛菩萨亦复如是，说我、说我所、说众生、说贪畏痴种种诸业，而实无我，无有我所，诸所作业、六趣果报、十方推求，悉不可得。诸天子，譬如我生，不生不灭，造恶诸天，不闻于声，唯闻以地狱觉悟之声，一切诸业亦复如是，非生非灭，虽有修集则受其报。诸天子，如我天鼓所出音声于无量劫不可穷尽，无有间断，若来若去皆不可得。诸天子，若有去来则有断长，一切诸佛终不演说有断长法，除为方便成熟众生。诸天子，譬如我生于无量世界，随众生心皆使得闻，一切诸佛亦复如是，随众生心悉令得见。
诸天子，如有普离境，名为能障，清净见彻，与十世界其量正等，无量无边诸国土中，一切山川，一切众生，乃至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所有影像，皆于中现。诸天子，于汝意云何？彼诸影像，可得说言，来入境中，从境去否？答言：否也。诸天子，一切诸业，亦复如是。虽能出生诸业果报，无来去处。诸天子，譬如万师，万火人也，当知诸业，亦复如是。若如是之，师真实忏悔，一切罪恶，悉得清净。说此法时，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数世界中，都率陀诸天子，得无生法忍，无量不思议阿僧祇六欲诸天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六欲天中一切天女，皆舍女身，发于无上菩提之意。尔时，诸天子闻说普贤广达回向，得十地故，颇诸力庄严三昧故，以众生数等清净三业，毁除一切诸众障故，即见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数七宝莲花，一一花上皆有菩萨结跏趺坐，放大光明，彼诸菩萨一一随好，放众生数等光明，彼光明中有众生数等诸佛结跏趺坐，随众生心而未说法，而由未显离垢三昧少分之力。尔时，彼诸天子以上种花覆于身上一一毛孔，化作众生数等众妙花云，供养毗卢遮那如来，持以散佛，一切皆于佛身上住。其诸香云普遇无量佛刹为成数世界，若有众生身蒙香者，其身安乐，譬如比丘入第四禅，一切业障皆得消灭。若有闻者，比诸众生于色声香味触，其内具有五百烦恼，其外亦有五百烦恼，贪行多者二万一千，嗔行多者二万一千，痴行多者二万一千，等分行者二万一千，了之如是，悉是虚妄。如是之矣，成就香床云自在光明清净善根。若有众生见其盖者，众依清净金网转轮王一恒河沙善根。佛子，菩萨住此转轮王位，于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数世界中，教化众生。佛子，譬如明镜世界月智如来，常有无量诸世界中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等，化显其身
而来听法。观未演说本生之事，未曾一念而有间断。若有众生闻其佛名，必得往生彼佛国土。菩萨安住清净经网转轮王位，亦复如是。若有占得欲其光明，必获菩萨第十地位。以先修行善根立故。佛子，如得出禅，虽未命中见梵天处所有宫殿，而得受于梵世安乐，得诸禅者悉亦如是。菩萨摩诃萨诸清净经网转轮王位，方摩尼记清净光明，若有众生欲思光者，皆得菩萨第十地位，成就无量智慧光明，得十种清净也，乃至十种清净意，具足无量甚深三昧，成就如是清净咒也。佛子，假使有人以意那由他佛刹遂为为成，一成一刹复以而许为成数佛刹遂为为成，如是为成，悉至左手持以东行，过而许为成数世界，乃下一成，如是东行，尽此为成，南西北方，四为上下，亦复如是，如是十方所有世界。若着为成，即不着者，悉以即成一佛国土。保守，于汝亦云何？如是佛土，广大无量可思议佛。答曰：否也。如是佛土，广大无量，稀有奇特，不可思议。若有众生闻此譬喻，能生信解，当知更为稀有奇特。佛言：保守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此譬喻而生信者，我受彼记，决定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当获如来无上智慧。保守，设复有人以千亿佛刹为成数，如上所说光大佛土，莫为为成，以此为成，以前譬喻，一一下进，乃至即成一佛国土，覆末为尘，如是次第辗转，乃至经八十反，如是一切广大佛土所有为尘，菩萨业宝清净肉眼，于一念中悉能明见，意见百亿广大佛刹为成数佛，如火离境清净光明，照十佛刹为成数世界。保守，如是皆是清净经网转轮王甚深三昧福德善根之所成就。